安排来。你进来，坐好。你怎么喝这么多啊？说，今天是什么日子？我知道。你知道你还这样？那我是正准备想要。你是不是故意不搭理我？没有。那你让我等这么久？我没有。所以你以为我会给你准备惊喜，然后故意开了房间等我？我才没有。姐很会啊，胡说八道什么呢？Surprise！ 哇，属实没想到你俩发展这么迅速啊！你俩进来？还没有啊。有难受的感觉，会害怕吗？